传出来，林俊的中距离两分投进，希热指出来，球迷做好准备，看了陈英俊的进攻，英俊在上罚球线，来看一下第二罚，和再飞到底角，再投一个，陈英俊终于投进了本场比赛。和往内线传，陈英俊三分再投进，就出现了输，掌声继续。为此给了一个空切，哎，这球有 goaltending 啊，裁判没给。斯维兹补一颗，这个也是，要不是犯规问题过多，可能会上场时间超过45分钟，35分钟，现在打了34。